9:04了，终于到市场了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花农小蒋，我又来了。今天咱们出发的晚啊，因为一直在下雨，所以说市场没什么人，就出来的晚啊，多睡了一会儿。7点钟出来的，现在9点多了，刚到市场，路上巨堵无比啊。今天周一，哎呀，烦死了。不过来晚就来晚吧，毕竟市场对吧，没人。咱们这一车拉了点月季跟菊花，有昨天人家订的50盆菊花，咱们给它拉了。这点月季倒是不错，瞅瞅咱这月季花，是不是？还是很 OK 的啊，很 nice 的。咱们今天不是今天啊，昨天哎，咱们拉了几颗，拉了3棵啊月季树。其中2棵小的，瞅瞅多漂亮，那儿一棵大的。下午5:10，咱们啊马上下班了。今天的状况还是不怎么地啊，还是本市场的人用点菊花月季啊上咱这儿来拉来了。哎，这一天天的，又一天过去了。苦恼也是一天，开心也是一天，所以说对吧？哎，开心过好每一天。咱们就是这一点月季，然后前面。跟后面那点菊花卖了点，然后其余的就对吧，嗨，今天一天闲着，看这花开的多漂亮，对不对？越开越大啊，看小蒋的巴掌，对不对？然后看花心还在持续的开大，看这一颗对吧，这么多花多美。奈何哎，奈何没人，那这种花也赶快开大吧，开大了出效果，开这么大个，然后呼呼全是花，最漂亮。6:18，知道为什么小蒋还没回去吗？因为啊，这个点正是堵车的时候啊，所以说呢，咱们晚一点回去，在市场呢溜达溜达，反正对吧，地里边现在没有什么急活，让朋友们看一看咱们这附近的花花。小蒋我呢对这个是情有独钟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东西它能吃啊，朋友们，小蒋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玩意儿了，因为它甜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它伸出来这个东西，就跟这里边的水可甜可甜了，多揪几个，哎呦，就这玩意儿里边的水，这东西可甜了啊，能吃的，就这里边的水啊特别甜，但就那一丢丢啊，就那一丢丢。小蒋小时候对吧，跟那一些小伙伴就是在人家摆花坛的时候摆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揪，我们几个小伙伴能把那个一个花坛里边的这个花全都给它吃完，就那一点点就没了。哎，呵呵，这边对吧，天天看咱们附近的花其实也没什么意思，小蒋有时间去大厅里边看，大厅里边的花非常多啊，种类，然后几乎市面上什么样的花都能看到啊，因为这个是小蒋待这个地方是北京最大的一个花卉批发市场，所以说什么样的花都有。看看人这一摊的三角梅，咱们重点不是看这个，是看那边那高的啊，那得有几米，2米多，绝对2米多，甚至有3米没有，没有3米，2米多。咱们过来瞅一眼，瞅瞅，看看多高。哎呦呵，这种花啊，这花很漂亮，是不是？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大盆儿。
瞅瞅这三角梅，如果说对吧，有这么足够大院的话，买几棵放在院子里，是不是？多好看！很高啊，很高很大，哎，挺值钱的。没人没事的时候极其的无聊啊，在市场，你知道今天市场不是今天这几天市场造就了一个什么情况吗？就是一道停车，二道在跳绳啊，商户啊，我说的商户，三道在打牌，四道在打牌，五道竟然在跳广场舞，我的天，都已经闲成这样了，朋友们，都已经闲的没事找事干啊，你说这就是旺季的一个市场，夸张不夸张？这就是今天九月几号了都，好家伙，哎，咱们现在就等这个九月十五号往后，正确来说啊，十五号到这月底这半个月的时间，咱们啊就看能出多少货了。哎呀，好点吧，好点吧。当然了，今年菊花算是挣不了什么钱了，因为菊花死亡量太大了，主要的原因就是下雨下雨，天天下雨啊。菊花在六月份七月份的雨一点都不怕，但是在八月份的雨是很怕的。你看就像今年现在都九月几号了，它还是下雨啊，今天包括今天你看这地就下雨，昨天前天都在下，你说这个天没有办法，看天吃饭的这个状态真的是太难了啊，看天吃饭。所以说呢，当然我们也在一块商量了好多种这个方法啊，就是说怎么才能全部的人为控制，但是需要上升很多的成本以及啊各种不定性的一些因素，所以说还需要咱们一步一步去改进。加油吧，加油吧，咱们呢尽量给它做到，对吧？从头到尾全部人为控制啊，不再去看这个老天爷吃饭，要不然的话最近这两年一年比一年雨勤，哎呀真的是，嘿嘿嘿。行了，六点半了啊，咱们呢不等了，回家吧。现在堵车肯定也堵，当然应该是比六点钟那会儿要好一点啊。回到家呢也就是七点多钟，哎，又是一天过去了，今天就这样过去吧，咱们期待明天，也是对吧，为了明天咱们继续加油吧，加油吧。